接下来这个节目呢是摇滚舞台。摇滚舞台呢，演出当中有我们专业的老师，平时呢就忙着表演，那还特别拨空呢来练这个团，热情的参与这次的演出。同时，现在我们也邀请呢在座若对音乐有兴趣，本身也有音乐的专长，喜欢团体演出的音乐爱好者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专业乐团。我们接下来曲目呢有三首，有蓝心湄的《浓妆摇滚》，薛岳的就在啊，对不起，有蓝心湄的《浓妆摇滚》哦，但是原唱版的是薛岳，那我们这次是用五月天摇滚乐 rock 的版本，还有金志娟的《就在今夜》。接下来等一下就在今夜的时候，我希望呢来宾是不是能跟我们一起看着我们的乐手一起来拍手呢，那可能会稍微带一下好吗，我们就在今夜我要离去的时候会拍一下好不好，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下好吗，就在今夜我要离去，哎，离去的时候就一声就好，就在想你好吗，等一下我们的乐手会带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